们协会不断的壮大，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啊，做出我们协会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各位会员、各位贵宾，大家好。本会名为彰化县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本会以为依法设立，非以盈利为目的之公益性社会团体，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所属之彰化县分会，以捍卫中华民国、弘扬我中华民族之正统，砥砺忠贞爱国志节，服务及照顾会员，增进其福利，保障其权益，回馈社会，从事公益慈善事项为宗旨。接下来我们介绍进行的议程是由理事长介绍与布达干部成员。我想我们今天彰化县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在所有的会员的推举之下，我们选出来的常务监事吴明先生，然后我们常务理事陈长龙先生、林文志先生，我们的理事啊，还有各位理事啊，这个陈继新先生、洪子文先生、林高伟先生、林家东先生，我们还有刘丽佳女士，大家我们下来啊，我们的所有的李先生。这是我们所有协会的中间干部，大家要一条心，一起努力，为我们协会啊不断的这个茁壮而努力。谢谢你各位。好，我们旗官队请准备。唱国歌。
座，主席请复位。授旗仪式开始，请总会理事长就位，请授旗工作人员就位。授旗。总会的会旗交到我们彰化县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学县神学院县长的手上，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将八百壮士的精神发扬光大。我们为八百壮士点个赞好不好？来，我们八百壮士。好，我们现在有请我们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理事长为我们致辞。今天是我们彰化地区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成立的大会，在这边我首先要恭喜我们陈贤月同志以最高票担任第一届的理事长。我相信彰化地区八百壮士同仁在陈贤月理事长领导之下成长一定的非常的快速，并且可以替我们彰化地区所有的会员还有袍子们争取更多的福利。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愿意做我们泛蓝所有团队的合作平台，我们会以团结各方的力量而努力，我们要一起来下架这个不公不义贪污枉法，要把我们台湾的子弟带向战争的最坏的民进党，我们要把它下架。另外，我们希望在泛蓝的同仁们能够大家一条心，团结在一起，来支持中国国民党所提出来的侯友宜总统及赵少康副总统及我们地区的不分区的立委，还有各地区要选举的立委，让我们的同仁能够大获全胜，把我们的执政权赢回来。我们相信追求和平不惜战争是我们的共识，和平稳定的两岸发展是我们大家的期待。相信八百壮士在团结我们泛蓝的力量方面，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我们也预祝我们泛蓝的同仁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大家要投下我们神圣的一票，团结没有什么大道理，在关键的时刻大家站出来就对了。谢谢，谢谢大家，也感谢各位同仁还有我们的贵宾在本堂之间参加我们的大会，感谢，谢谢。好，现在上台的是八百壮士历史重演，穿越时空来到现场。
现在我们请新当选的陈贤岳理事长为我们大家讲几句话，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陈贤岳理事长。今天在座所有的贵宾、好朋友，特别是我们今天彰化县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所有的创会会员们，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受到我们王理事长的指令啊，要我啊在彰化县尽速成立啊我们捍卫中华八百壮士协会。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今天创会。今天啊，冠冕云集，非常感谢我们中华团结民族啊团结协会夏上将所领导的团队，还有我们空军官校会长熊将军还有很多的贵宾，今天啊到场来给我们见证这历史上的一刻，非常感谢。我想啊，八百壮士的理念就是捍卫中华，维护宪政。那么今天的政府呢，就是一个违法啊、违宪乱政的一个政府。我想今天啊，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员团结起来，就是啊，要捍卫我们这个国家，捍卫我们中华民族。而且我们今天啊，一定会秉持我们总会的六大宗旨来继续努力。希望今年的明年的一月十三号，就是我们啊下架民进党，真正是啊达到我们捍卫中华的一个最重要的日子。也希望所有的嘉宾、同学朋友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上的主持人啊，我们会先理事长先待在上面。我们现在欢迎彰化县副县长林富田副县长莅临现场，林副县长为大家讲几句话。谢谢啊，我们中华民国八百壮士协会，我们黄忠义理事长，还有我们彰化县我们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我们首任理事长我们陈贤岳理事长，还有现场好多好多的贵宾也包含了我们国总统竞选办公室的特别顾问我们蔡琴龙蔡顾问，还有他也是我们的委员还有现场好多好的贵宾，包含我们现场是秘书赖佩良赖秘书还有我们空军的夏上将还有好多好多的贵宾朋友，都是我们捍卫我们中华民国正统最重要的团结的力量。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谢谢。我今天特别荣幸有机会代表我们彰化县的大家长王惠美王县长来参加我们彰化县中华这个八百壮士捍卫中华这个协会我们第一届这个理事长这个当选的还有就任的典礼那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齐聚一堂，在我们彰化共同为我们中华民国正统还有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承的这个努力团结在这里。那我特别要感谢我们王理事长还有来自全国的好朋友过去为我们国家所做的努力大家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不公不义的民进党的政府让台湾走向了战争的边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业各方面都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冲击，那特别是整个国家的前途真的
是这个遭受到很大的这个严重的危机，特别我们年轻人如果因为这样子走向战场的时候，我们可能过去几十年的努力，这个一夕之间就付以这个毁灭。那所以啊，我们共同为下架民进党的努力，然后共同为明年元月十三号我们侯总统这个竞选总统的道路，把它送向我们总统府，大家说好不好？好，谢谢。我们台湾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所有的我们民众、我们的企业都非常非常的努力，让台湾这个在国际上也看得到。那这些所有一切都是我们民众非常非常的积极奋斗努力的成果，但是这样的成果可能会毁于一旦啊。那所以办奶整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未来的这个五十几天到明年元月十三号，我们需要团结更多更多的力量来支持我们办奶，包括总统的选举还有立委的选举，一定要这个全力的来协助，来让我们的这个办奶重新再执政，然后带领台湾、带领中华民国再继续往前走，这样子好不好？好，谢谢。我相信我们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是一个泛蓝团结的非常重要的平台。我们共同啊，在这个平台、在这个协会的共同努力之下，继续往前走。那我再次的代表县长感谢大家共同的努力以及付出，那我也祝福我们彰化县八百壮士捍卫中华这个协会成立之后会务昌隆，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壮大，然后能够积极整合的一个我们泛蓝的重要的平台。那再次的代表县长祝贺我们今天与会的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健康平安、事事顺心，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林田副副县长。现在由林田副副县长为我们颁发吉祥卷轴，首先颁发给王忠义理事长。接下来我们请林副县长颁发吉祥卷轴给陈学月理事长。恭喜你们！尤其我们现在呢，选举都快到了，
我们这个国家大家都很担心，在民进党执政之下，不止外交断了脚，如果再让民进党执政，再像这么断交往的话，台湾在世界变成孤家寡人了，没有外交了。我们的内政是一大浮屠，各位，弊案连连啊！就像我们的总统专机竟然带了26000条的香烟啊，走私啊，国际笑话，对不对？我们的疫苗，各位记不记得，当时是没有疫苗的，是民间发起，后来呢，还加了企业，还加了慈济，一起来帮我们要了这个疫苗，否则啊，还真的要靠国际的捐赠，政府才愿意帮我们买。台湾死了1000多人，尤其高端最大的弊案，各位到今天第三期都没通过啊！我记得我们台中市有一个议员叫梁永昌，我问了特别问了他儿子啊，他说打了高端疫苗死掉。各位，好多的烟粉，一个小吃店啊都可以卖快筛，卖了几亿啊，卖了5亿多啊！各位。一个口罩是0.88元，竟然一下就卖我们6元，还全国征收呢。这种啊，太多的例子了。可以说，很多的弊案啊，像最近的蛋蛋危机，各位记得吗？我们不能从巴西那个疫情国家进口的，但是8400颗的蛋蛋进口过来以后，一个5块。你知道我们国家一颗补助多少钱吗？33块，各位，进口不能进口的东西，让我们造成食安危机，流向都不知道，还在研发，连一个50万公司的这个艺人公司啊，都会申请1.75亿的补助啊，这是什么进步？对不对？各位记不记得我们的我当选，我做过3届的立委。我在当立委的时候我开了一个，我是卫委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我来这个讨论我们这个美国猪要不要进口，莱克多巴胺会不会产生问题？20几个立委包围我一个人。在那里搞了2个多小时我们电视都有直播，各位如果回想一下，应该可以知道。但民进党执政以后，原本说不能吃的会害死我们台湾人，会让我们断子绝孙的，他连送到立法院都不用，蔡英文一句话就可以进口了。各位，1万多吨的这个来猪现在在哪里全部都不知道。都已经下毒到我们肚子里了，那才真正的祸国殃民啊，对不对？而且还补助1公斤6块钱，可以说罄竹难书。不管是人事不管是各项的政策，可以说这个利益在目啊。我想我们今天时间没有那么多，我就提简单几个例子。现在呢这个选举到了，我希望我们最正统的800壮士呢，可以像这个当时这个四海难渡一样的精神来保卫我们的国家，让侯友宜能够当选，来揭发这些弊案，好不好？好，好不好？好。但是剩下几天，我想拜托各位，当侯友宜的分身，来帮侯友宜拉票。我们一定要动起来，我们的国家要自己救，否则像两岸兵凶战危，如果再让民进党执政的话，我们的未来子孙怎么办呢？所以拜托各位全部动起来，发挥我们的四行精神，让我们的国民党可以重回执政，让政党轮替来揭发这些弊案，否则像那些什么企业连那个文凭都可以封存30年的，真是笑掉国际大牙。让我们的台湾能够为了更好，让我们一起。
来帮忙侯友宜驻足总统府，蓝天在线，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祝我们今天学会圆满成功顺利，谢谢，谢谢各位。侯友宜全国竞选总部蔡启龙特别顾问，特别由侯友宜竞选团队制作战旗，赠送给八百壮士协会。让我们一起团结兵轮替，台湾再出发。全国竞选总部自认的战旗，也再次的感谢蔡景龙特别顾问的支持与鼓励，谢谢蔡景龙顾问。中华民国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彰化县分会，就在民国112年11月26日上午11时，正式在彰化县园林市成立了。成立大会的全过程，真可谓简单隆重，庄严肃穆。全体里监事以理事长的选举，均由民主的投票机制产生。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抱持着一颗欢欣愉悦的心情，来迎接彰化八百壮士捍卫中华协会的诞生。当然，更期待将来能在大家齐心的努力下，让协会更加成长茁壮，永远屹立不摇，协助保护中华民国宪法的尊严与维护所有袍泽们个人的权益。这绝不是口号，而是八百协会一贯信念与口头承诺。愿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同心努力实现之。欢迎大家踊跃订阅八百温馨家族，并请点选小铃铛，选择全部哦。谢谢大家。